养生长寿功法。地环功，手前伸，用腰力化圆，收腹吸气，推出呼气，带动腰椎尾椎运转，可活络脾、膝、踝等关节，能改善甲状腺亢进、颈椎病变等症，调整血压，强壮下缘，对呼吸及生殖泌尿系统有防治作用。天环功，手臂伸直，双掌朝天，用腰力在头顶缓慢画圆，头随手转，双眼注视双掌中空处，可带动腰椎、胸襟椎的运转，可强化整个神经丛，调整血压，甲状腺亢进，增强心胸肺肾功能及颈椎等病变，均可获得改善。龙游功，合掌臀部不弯，腰横向摆动，可减肥健美，强腰固肾。手臂缩头收肩，屈膝吸气，伸头松肩化圆，放下呼气，可减缓高血压、甲状腺亢进，消除肩颈僵硬疼痛，增强心肺功能，促进新陈代谢。Thank you.
上圆弓，注意旋指转腕，转身扣裆，手上身吸气，下行呼气，能调整血压，增进元气，增强记忆，强腰固肾，刺激性激素分泌，导引精气。龟缩弓，旋指转腕，抽臂耸肩，缩头吸气，前推呼气，对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失眠、肩颈僵硬、疼痛等病症有显著功效。双手伸展，收腹吸气，手臂收回，交长呼气，调神理气，归顺气血。因手脚交缠、伸展等动作，可强健脊椎神经，使腰膝乏力，消除胸膈、脾闷等症。
八卦行宫，首旋直转，挽画弧画圆，转身挺胸，扣裆吸气收腹，可通利周身气血，平衡人体阴阳，强健脊椎神经，对身体虚弱、性功能衰退及内分泌失调等造成的慢性疾病均有特殊功效。Thank you.
气功十二式。浑圆拉气，松腰，坐胯，收腹，提会阴，掌心在神阙穴前相对，手缓慢拉开，呼气，双手缓慢内合。呼吸一种，脚趾抓地，收腹，提会阴，吸气，双手缓慢自身前上举，至头顶时食指相扣，手臂弯曲，翻掌向上推，提踵呼气时双手自两侧滑下。